郭小米。哎，你要不要啊？嘉禾、朱杰，他帮你拍。好殊胜哦！噔噔噔噔噔，我们在金光明寺。来做什么？噔噔，今天来做什么？灯奖。你得什么奖？画什么？画灯笼的奖。他咪咪的灯笼就是有得到金光明寺的优等，然后就通知我们今天是元宵节，然后他们刚好有一个水忏法会，然后在法会的过程中他们会颁奖这样子，那就通知我们来这边一起就是参加法会跟领奖。照大，有我照了，你看这边很漂亮哎，领奖而且有奖金哦，1000块。你看老师眼睛都亮起来了，虽然只有1000块，他的画画费用应该不止1000块。他很快的，他一幅画就要1000万了。哦，真的。对啊。蝴蝶。你看弟弟跟，弟弟。好玩哈、哦，走，我们先去礼佛，走。先去礼佛。哦，走。那好多花，你喜欢的花。他刚好最近好像有那个灯笼，这边有摆一些灯笼展啊，就是他会把这些参赛者的灯笼摆在外面，我们等一下再出去看，在路口出去进来的地方。对啊，然后这是大雄宝殿，然后先来大概参拜一下就可以了。对，因为其实我不太懂得那个佛光山他们的就是礼节，但是其实每次来这边都觉得心情很好，很平静。因为画画老师就是常常会来这边帮忙，然后教导一些大家就是画画，所以我们才会参加这个活动。对，开不开心？我想看到一只蝴蝶。真的，好，那我们来参拜一下。我想看它怎么用花蜜。不好意思。你走开。咪咪。站。习俗吧，我先进去啊。不用进去啊，这样参拜完就可以去三楼了。是啊。对，他说去三楼报道。好，走，我们去三楼报道吧。我也拜一下。拜。好，走。好了，那我们要去三楼报道喽。Go。哦，好，那我先找那边的座椅。好，谢谢报道。找到了，小米。找到了，先去跟那个姐姐报道。小米，那小米拿灯笼去跟姐姐报道。哎，破掉了耶，后面破掉了，不小心弄破了。对啊。被风吹的。是小米。被风吹的。这是画的，你画的对不对？风吹破的啊，风吹破，它有挂出来啊。有啊，它有。对，你来录好吗？我拿资料。来，拿起来看。很多都是家长的。那。掉了。对啊，因为放在外面啊，所以被风吹破。对。
祥，祝祥你优等奖哈，也优等奖。你要说什么？新祥有长大一个，真的。哎，你认真啊，对，长高一点点。去年好像，去年是不是也是优等奖？有长高了有没有？去年是画那个大雄宝殿。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棒了，来这个好，等一下领红包用的千万不要不见哦，他们很容易不见，对，一定不能不见，所以我要强调哈，千万不要不见哈，这一张是那个领具哈，等一下找到的已经找到了，找到灯笼之后坐下来慢慢写，资料都写正确，大写的字，因为它是对，这里还没帮我签到，是小米哈，这里三千一下哈，那它呢是优等奖，优等奖的话是1000元，这边帮我们写个1000这样子，然后基本资料都要写对哦。好，都用大写吗？对对对，好，那这个的话等一下再慢慢写就好，好，务必写正确就可以了，再交回来哈。所以，特优奖是多少钱？特优是3000，哎，没有，特优是2000。2000，对对对，它是优等。优等是1000，国光是3000。哎，优等1、2、3有差吗？没有，只是排队的问题，因为怕奖状有没有？因为等一下颁奖的时候有奖状的顺序，所以我们立个号码的话，就会领错别人的奖状。所以你们这个号码就很重要，等一下他会看你站一，你就是站在一那个位置，所以当奖状才重要。对啊，这个是最后还要去领。要选人气奖，人气奖是什么？好，那先找个位置坐下来就可以了。一直这边等就对了。对对对，等一下我们会带你们进大殿去，我们会排好顺序。好。哦，一样嘛，就跟上。哇，你可以拍拍看其他的那个灯笼，也很可爱。哇，这三只牛是怎样？这太有创意了吧？对啊。这是第一名吗？超有创意的，它还有三体耶。嗯。用粉的。对啊，你看，明你看，做好事，说好话。幼稚园呢？艾迪克幼稚园小班。小班可以做成这样，很厉害。对啊，这应该都是老师做的吧？嗯。我们可能要找个地方坐。对。后面吗？后面吗？哇，你看这个，耕寮国小201，这里都是位置啊，那就坐吧。抗议成功。好了，阿妈来拍照。哇，大家都在领，领奖品。这里啊，你就坐下一起啊。哇，你看这个龙，一样的龙，这个龙很厉害。你看这个金龙，用这种国小，哎，飞龙在天。它有提示，飞龙在天。哇，这国小画的也太厉害了吧！嗯，栩栩如生。没啊。好棒，好棒。哦，这个海龟也很夸张哎，这个海龟是画上去的。可怕。真的假的？这画的哦。我要看。哎，不要戳破，这跟画的跟真的一样哎。我要看。这个画的花木。我看，国小画的太夸张了吧。什么？这个是不是有规定都要当场画？啊，当场画，对啊。那天抽汤圆那天没有很多，是不是？对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画成这样，怎么可能当场画得出来？应该都要画好几天吧。拿回去画，是不是本人画就很难做？对，是。对。你拿着，阿妈拍一下。那他们写在哪？我们家的破掉了。谁给我们家的破掉？对啊。一定是你画得太好了，被嫉妒，就把你戳破，是这样吗？没有的，你好可爱哦，老师都说你好棒。明年还不要来参加？对啊。那你明年要不要想一下明年要画什么？彩绘小朋友，我想画草莓。画草莓哦，好啊，去吧。那画你草莓吃一大口。喂。孙小米，对，你看有一个海龟的那个画，真的好漂亮，画的跟真的一样，好不好？我不会写孙呢，是漂亮而已。你看上面我写的孙，照写，你就写一个小米，小米。对对，这样对。来一次。好，昨天怎样？有啊有啊，就礼拜一吧，就这两天就好了，对啊，这样对哈，而且小米，
好好好，拜拜。你这个龙啊，就是小孩的画，他画的啊。对啊，对，他就是当小孩。那个龙就不一定了。还有一个金龙啊，费用在先。我小还可以提字提，那个费用在先。他花很久啊，他那天在这边，他哪有等啊？他那天在这边花了八个小时，累死了，他花到已经快疯掉了。你看我的女儿，好，画得很漂亮哎，真的一样哎，他有成人组啊，这应该是成人组吧？国小哦，各位请先安静一下，这是我们当场画的图啊，好漂亮，感觉是这样子，请先听这边说，漂亮，谢谢大家，不是漂亮而已，这是完全凝真哎，那我可以，超漂亮的，厉害。哇，这个也很漂亮啊！嗯，国小主人，好厉害哦！这两条龙，差这么多，幼稚园，是幼稚园国小，这个国小也画不出来吧？可以啦，这个算简单的线条，可以啦，一天就画得出来。可是这个字就不确定了。国小会提这个字，用模拟仿的，可能就是先点好贴上去，不好又看。啊，这个都是自己画出来的，很棒。老师才画出来的，一定有指导啦，这种都一定有指导。好 ，OK， 耶、yeah ，我们等着去大殿领奖吧。然后排班。哎，往前面来，没有，你没有，还有啊，他在。为什么你不进去？你是 A 组的吗？他到底，我不知道怎么分几组哎、欸，他是几组？哦，有写哦。他没有写几组啊？是红色的那个。哦。A 组，哦 ，A 立同组 ，A 组，哎、欸，你也是 A 组哎、欸，你也是 A 组哎、欸、，A 幼同组 ，A 是幼同组，你也去，你也去，他、啊、要拿你的灯笼吗？拿灯笼，拿的灯笼，哎、欸，嗯，是先爱子的，对，不好意思，接下来，我今天东西肯定比较好说，好，那你去，还会加我的。这样可以吗？那我们颁奖的时候呢？他的身份证字号的话，应该都没有写错了。没有，对啊，因为这很重要。第一阶段就是先从 A 组开始。日期，好，日期今天是26、23、2月26号。那我们分别颁发国光奖、特优奖、最优等奖，所以这几个小朋友会一组，到时候都会唱，你知道吗？那你们要记得现在彼此的顺序哦。拍下来，拍下来，拍下来，然后等一下照那个顺序，然后坐到位置上的，好不好？对，先把它等一下，统一排队。对，我们等一下也是这样子的顺序进到会场，你也知道吗？那我们就会叫做上一次，就会前面这个阶段的人先出来，然后后面再一次，这样知道吗？可以吗？那我们就照这个顺序做好哦，哈。那我们先来练习一次，来。颁完奖之后就会跟副职拍张合照，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去了，这样知道了哈。好，那我就再照着顺序回去哈。预言，对，很棒，好聪明啊、哦，超可爱的。哎、欸，口头妈妈号怎么还没来？好朋友，旁边的好朋友是谁？对，要记好哦哈。好可爱哦。很棒，好可爱啊！来换要做奖的练习咯，看你们咯，看你们咯。三好才会灯笼，好奇心幼儿组要做奖，张阿姨，很棒，很棒，很棒。郑之宇，陈小咪，看我，真的，我看一下彤彤妈妈他们来了没啊？好，进去。来，张之宇，幼儿组要做奖。拜拜。拜拜他是拖在妈妈弄拖的哦，所以他现在脚没有穿鞋。对。哦。
好，小孩来出来了，那我们先排好队吧。小孩，按照你刚刚谁排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排第八排。先出来，先出来，人先出来。来，看看谁排第一个。好了，你的贴纸不要不见了。小孩，来二幺二来。来，现在排好。米米，米米，米米，你在前面吧，你们在前面。是小米，我先走。米米米米，是小米第四个。你是一，优等一。优等一，优等一。第四个，第四个吧。第四个，第四个。在这里。
好了，不要哭了啦，看这里，啊，好了，这个可以复原的，我记得帮你粘好吗？好，让你画很久，好，我记得帮你粘好吗？是比较完整隆重盛大。这次优良学校树林区玉里国小，我们请张瑞优校长代表致辞。
家午安，小朋友午安，大家好。我是担任当家的新手过来，然后我第一次来到光明寺，刚打完的时候看到了老板跟我说几个关键词：平静、胜利、平安。天气这么好，依然很好的小朋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谢谢光明寺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谢谢。然后有一句话打给刚好在遇到这个云端的一个社会，你只要 Google 一个东西，它就给你更多的讯息。我先 Google 了这光明寺之后，给了我一些正向的东西，就弹出了幸运法师这句话。平安呢是要靠自己来创造，要创造平安的环境，要创造平安的条件。平安的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满足。那小朋友呢今天很知足，也很满足。那今天能够拿着麦克风，这么神圣的代表教育界的好朋友，接受这样的祝福呢，其实是学生代表的力量。我们从刚才得知，我们小朋友的一个发挥，可以是目前得奖最多的。谢谢你们。因为呢，我也透过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呢，知道金光明是在春节期间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我最感动的是一件教育的事情，因为邀请到了漫威电视过来表演。然后今天是元宵节，也是春节的最后一天，也办了这么棒的一个给那个一个喜仪式，也有颁奖典礼。最后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元宵节快乐。祝小米会有和元真会有非要结平以上一起出席领奖。我们邀请国际台湾和中华总会赵翠华副总会长为我们颁奖。叫什么？截屏。啊？要截屏。要截屏，对，是你的。那这个嘞？我看一下，哇！跟小米。来。你要不要？三朵，一公斤。
老板拍。陈场内，庄文穗，陈德正，谢承志，庄进，陈明居，黄正豪，王柔琪，左平安，吴彦佑，张爱，谢浩，陈祥明，陈明。陈雨欣，刘兆成，下一个，喂，眼睛要像，眼会不会眼睛像？哎呀，对对对，你好棒。张雪君，王柳琪，回学校了，你今天是请假的，学校有帮你留午餐，好 ，OK， 好来，好的，拿着，下次就有，好了，有奖就已经很棒了，有得奖就很棒了，对呀，有得奖就很棒了，谢谢大家，棒哦，刚讲的那个好看，谢谢鼓励，好 ，OK， 走，他们就这样，对，他们要去那个，你刚才一直都有在录，不懂，你刚才一直都有在录哦。啊，那好好笑，好好笑，你每次都，我都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是你拿给我的，小小米拿过来。我拿给你，就拿着录啊，录完以后你。你现在的录都被录进去喽。我在地上捡的，这里，你看这里，我刚刚发现这一间有些展览呢。爸爸教你玩。好，那我想留这些的。好，先放着。
对呀，看我。这什么是捣蛋猪？弟弟好好奇哦，弟弟好好奇哦。蛋猪。哎，对。说谎话。床这里。来，我去搬个椅子给弟弟站。来，这里，不用这里，帮我们这里，给他站着就好。站好，来，可以。他不会打。没，这边很多玩具。阿公也可以玩啊，那边还有三台。来，这样子。来，这样子。这样子你会不会妈妈教你这样子板子的他你用手就好手这样推哎不会用手手推不会啦手手推对手手推直接拿去放就好来放好爸爸说你拿起来爸爸说你拿起来这边放这边放好拿起来放放在这边放在这边好棒哦好棒哦非常感谢你飞一下一颗去送他啊可以看灯笼哦，元宵节看灯笼。在这里，哇，你看灯笼，那个啦，大叔书屋啦，他一直说想去那个大叔书屋看书。哇，这个门好漂亮哦，这边拍一下吧，阿公阿嬷。孙小米，来，孙小米来这边拍一下好吗？等等，你要把它放在旁边。坐。来，弟弟，站前面一点，站前面一点，阿妈，站前面，再站前面，站到最前面，最灰色的地那边。对，嗯。好，来帮你拍一下。合照可以，合照拿下来。好，看阿妈拍一张，来阿公。小文快点。小文，赶快拍照。好糖果，那你拍完照我开给你吃。啊，你不要，他不要吃，太硬了。啊。太硬了，是不是？啊。太硬了。嗯，好，来看这里，你在倒脚印。对，好，看这里哦，一二三，耶，好好看哦，好。对，哎，带那个弄几缸。好，我们再看外面还有，你看外面，好多哦。哇，超多灯笼的。元宵节快乐，这是灯笼哎。超漂亮的，嗯，哇，应该要从这边这样拍进来才好看。哎，你们在那边不要动哦，你们在那边不要动，这样好好看哦。哎，不要动，这样好好看。孙小文坐着，好，你们站好。孙小米过来，站在阿嬷旁边。嗯，看这里，一二三。耶、yeah, 好好看哦再近一点所以要拍得到灯笼圆有那个圆的感觉那个深邃感一二三 OK 好走哇元宵节快乐是不是孙小文
都是灯笼，对不对？我帮你拍拍。哎，什么？什么鸡？灯笼，灯笼，灯笼，灯笼。哎，阿公阿妈站在这里也不错，哎，站在这个底下，灯笼底下也不错。我要站在灯笼这边底下，阿公的位置，阿公的位置也不错看。另外讲啦，祝大家元宵节快乐！记得订阅加分享，按小铃铛哦。希望咪咪每年来参加这画灯笼都可以得奖。他这灯笼真的超难画的，因为圆都会滚来滚去，然后他那个中间那个钢丝会一直拖，一直陷下去，陷下去。他这个灯笼画大概六七个小时才完成，对，然后要不停的上色。对啊，那我们有分享咪咪在就是画灯笼的过程，你可以找找看咪咪大冒险里面好像有这一篇在，大家可以看看他当初多么努力的画这个，然后现在得奖了，真的是有志者事竟成嘛。对，好啦 ，OK， 好，大家拜拜咯，元宵节快乐。后期是不是在广兴花园寺旁边的大树书屋哦？好多书哦，是不是？嗯，你要看哪一个啊？你看那个，哇，阿姨好棒，阿姨好好哦。来来来，你要不要这个玩？嗯。说什么？有说谢谢吗？嗯，好，他不太会讲话。还不错啊。这个大书屋好多书哦，咪咪一直很想来耶，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好哦，改天大家可以来这边哦。真的，嗯。姐姐，像你这种真棒。下次我们来这边要常坐在这边看书好吗？